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回到了熟悉的中壢了，哇，好怀念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将要一起出发，去跟我们的老朋友一起出去走走，出去游玩。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，Go！兄弟，暖机行程，没错。哦，来吧，干杯！来，例行公事，一定要干这个。吹嘞！我芒果口味比较好喝。希望我们今天钓鱼也会很忙啊。对，很忙。我希望可以一直拉。直接多买酒罐给你喝，让你拉个勾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跟 Omega 来到了苗栗的出海口这边，然后今天我们一样是来玩沉底钓组，给各位看一下。饵料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就来做钓吧 ，Go！ 来吹嘞！哎，这一中！哦啊啊啊！哎，这一中！哦啊啊啊啊！可恶，放枪！一丢出去，鱼就来咬了，好夸张哦！可恶，我们再接再厉吧。好，丢出去，收字线，手拿着，等他来咬。我就不信今天会搞不到一只鱼啊，因为我们刚才丢出去第一发就有鱼来咬了，咬得很突然啊。哎呦，中鱼！哎，啊耶，直接杀梭哎，耶，呜，大只的杀梭哎，呜。开壶了，哦，可以。呜嘘，嗯，中一步，嗯，中一步，中。哦，来来来，孩子，该回来了。哎，真的杀梭哎！哎，可以哦。哎，钓哎！可以钓吗？你的目标鱼啊？是啊，应该是石鲈。啊，石鲈哦。哦，可以耶！吃饭了。Let's go. Let's go. 好饿。哦，它有牛五花烧肉，感觉好特别。然后加面，两球面好了。OK， 来点菜吧。哦，看 Omega 吃的津津有味。今天累了一天的肚子，也开始饿起来。哇，我的也来了！哇，感觉好棒哦！
那我们先来喝一口它的汤，感觉如何吧？哦，我觉得可以耶。那我们就把面搅拌搅拌吧。总觉得疲累的身体获得治愈了。不然，但没有。哦，你有点小菜哦。有。那你觉得炸水饺如何啊？看你。试试看比较准。好吧，试试看吧。好烫啊！会烫的，会烫的，会烫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吃。请帮我加一球面，你要五秒面，谢谢。那我们来加一点七味粉如何？确定是一点吗？没问题，来都走，一定是一点，好不好？OK， 我们先把汤头准备好，等面上来。哦，谢谢。哦，我们的加面到了哦。哇，这种博多拉面看起来真棒。我超爱吃这种拉面的。来吃一下年五花吧。以前三重的那间无敌拉面还在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吃他们的奔牛拉面呢。他们就是用这种炙烧牛五花，它的味道去搭配拉面，会有不一样的层次去升华在你的舌头上面，好吃啊！如果你是吃腻叉烧的人，偶尔点一下这种炙烧牛五花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请帮我加面，也是五秒面，谢谢。帮拿一下七味粉。哦，谢谢啦。不要再把它干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加一点而已。哇，我们的加面来了。他这边加一次面要20块啊，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可以接受的。
哦，加完七味粉的感觉真棒。这个面好像是可以让人家一直吃下去的面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哦，之前来苗栗玩，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东西，真的不知道。是说今天吃这个拉面店，让我最讶异的是，它竟然也有冰开水。虽然说现在外面天气温度差不多只有16度，还到15度而已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别忘了订阅 Omega， 还有订阅虾土豆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